什么十八六古早言情，主线单薄，人物扁平，全程撒狗血，这大结局跟诈骗有什么区别？这是女儿，我认输了。引你进入以小说《捉妖》为蓝本的平行世界，宿主必须通关活到最后，否则宿主将永远无法回到现实世界。那是什么玩意儿？禁妖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妖吗？给我还回来！妖无处不在，与我们共存。天下妖物共分九阶，而这神妖便是第一阶，特殊的妖族，中天地灵秀，灵智已开，可化人形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翠翠。天下捉妖师可分为七等。那我赌下一个天级捉妖师不是木姐姐就是刘大哥。就可能是我。这特效要是影视化得花多少钱？更正，系统触发了乱序错误，捉妖世界即将崩塌，请宿主尽快完成登录。